今天是2020年11月15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20:23。我头里啊，感觉不舒服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好像那个跟，看到天上那个大雷啊，天上那个大雷啊，啊，然后拼命下雨，然后拼命下雨，原来那个亚马逊那边呢、啊，亚马逊。那个原始森林那边呢、啊，原来那个失火啊，曾经失火过、啊，然后刚看，突然一下子就开始下雨了，然后下，一直下，好像今天就是一个临界点开始下雨了。之前呢，好像一直没见雨啊，今天突然一个临界点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气候开始变化了呀。也就是今天那个地球啊，被那个飞碟一直远离太阳方向拉到今天为止一个转折点，哎，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以后，就到了一个临界点以后，开始那个地球上那个温度啊，正好适合亚马逊那个雨林啊，在雨林那边呢，正好下雨啊，然后开始就。那边的下雨就多了，然后其他地方那个陆陆续续啊也开始下雨了，陆陆续续也开始下雨了，原来就很少有雨的地方也开始陆陆续续下雨了啊，然后从今天开始那个地球上的那个包括沙漠之类的，开始气候慢慢变好了啊。开始气候慢慢变好了啊，好，就告诉这个信息啊，再见。